1980年出生在湖南，凭借财经新闻开始了主持人的生涯，凭借电影话题拉开了演艺生涯的序幕。很多人都知道柳岩是主持人，但很少有人记起她演员的身份。其实她的影视作品蛮多的，诠释的角色多种多样，曾饰演了瑜伽教练，还饰演了风流女子，并饰演了反派至尊女 boss 木千千一角。柳岩曾在面包树上的女人中饰演了孤僻多情的费安娜一角，费安娜爱谈惜彩，和黄宗泽饰演的林芳文有感情纠葛，林芳文把她当女朋友，她却理不清对林芳文的感情，让观众看得很纠结。柳岩的演技其实是不错的，但是人们常常因她的身材忽视了她的演技。柳岩不仅身材出色，还特别会穿，来看看她的衣装打扮吧。在炎热的夏天 T 恤是很受大家的喜欢的， T 恤是永不过时的时髦担当，虽然简约但是很有时髦感，不管搭配什么都很好看。柳岩用一件白色的 T 恤搭配一件背带裤，时髦到飞起，黑色项圈点缀美到窒息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柳岩是性感的代言词，但没想到她装嫩起来完全不输杨幂。看她玩转 T 恤和背带裤，简直是青春无敌，年轻不止20岁，亮瞎众人。你喜欢她这样的穿搭吧？来看看柳岩的其他造型，她身穿一袭修身的衣裙，轻松展现迷人气质，历显曼妙柔情，凹凸的曲线叫人都看呆了，秀发挽起更添迷人气息，银白的耳环画龙点睛。柳岩身穿一袭极地的纱裙，唯美浪漫。